Hello， 我们下一场即将两分钟后开始。对啊，这个是如果你要，我记得你要交影片可以公告官方，我要交一套。交的，我没有发，那我再加。如果他要的话，就之前某一点。OK。来看情况到底是什么。Hello， 那我们就开始喽。喂 ，Hi，Hello， 大家欢迎继续参加，就是Go Learn Chat 下午第三场的分享。那这次的讲者是 David 周，然后他想带来的题目是聊 C Go 的二三四，就掌声欢迎他，谢谢。好，听得到。OK， 那大家好，我是 David。那我觉得今天很高兴啊，就是终于回到一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可以在现场看到人的情况下给 talk 给分享。我觉得在过去就是这一两年，然后虽然社群啊，或是还是有参加 Coursecar， 可是我觉得线上讲的感觉，或是预录的感觉，真的还是比较差。然后我觉得现场讲的那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对，好啊，那。就是今天我想要聊的题目是就是 C Go 的二三四啊，那我相信在场会来听这一场 talk 应该都是 Go 的 developer， 那可能也有些人有用过 C Go， 对，然后或者是有被 C Go 咬到。好，那我今天聊这题目呢，其实最一开始就是想说，其实我在之前的一些专案上其实有用到 C Go， 然后蛮大量的使用，然后分享一些我在使用上的一些经验，然后还有踩到的雷这样子。对，那在一开始的话，哦，那我简单快速介绍我自己。那我是剑桥实验室，这刚刚跟前位的讲者，然后是来自同间公司，然后我们现在是Go Learn Taipei 的，我现在是 Go Learn Taipei 的 Co-organizer。那目前社群有一点缺乏心血，所以如果那个 Go Developer 想要热情的想要参与社群的话，那等一下可以到三楼我们的摊位，然后跟我们聊一聊，然后来加入我们核心，就是办这个社群的一些 core member。然后目前因为大家可能年纪比较大啦，或者是有家庭啊，就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来投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急需吸收心血。好，再来，然后正式开始。那就是我还是会先，我相信可能，那我先问有用过 C Go 的举手好了。好，这一曲哦 ，OK， 大家有会有二分之一有用过，还蛮多的。好，那我会先简单的讲一下说 C Go 到底是什么，拿一些基本的概念。对，那 C Go 的话，其实就是它最主要目的就是让 Go developer 我可以在 Go 语言里面去呼叫 C 的 library。那为什么会需要呼叫 C 的 library？ 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在C 或 C 加加有非常丰富的已经被well implemented, well tested, 然后是非常完整成熟的library。可是在 Go, 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当然这些生态系啊还没有那么完整。所以如 Go 要提供一个机制可以在 Go 里面去直接调用这些 C 的 library, 是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直到现在其实还是有蛮多 C 的 library 在 Go 是没有的。举个例子好了，像 FMPEG。就是如果你是要做任何 multimedia 相关的，你几乎离不开 FMPEG。那如果你要在 Go 里面，你还要呼叫 FMPEG 做一些就算是很基本的影像的处理的功能 ，FMPEG 相关的，那你就避不开，你就会用到 C Go。好，那这一个非常简单的 C Go 的一个 code。好，那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做一个 random， 做 seed 完我就 call random call 10次，拿10个 random variable。那
它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程式码最上面，你会看到一个 import C， 这个在一般 Go 的程式里面比较不会看到的。那 import C 这个关键字其实就是告诉 Go compiler 说 ，OK， 我接下来这段 code 会调用到 C code， 会调用到 C Go， 然后里面会跟 C 有些互动，然后让 compiler 做一些准备。那你会看到 import C 上面有一段注解，这段注解它长得像注解，可是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它对 compiler 来说，就是它要把这一段注解里面的，比如像 include 啊，或者说等一下会带到一些其他的关键字，它必须要带给 C 的 compiler， 或者要带给 linker， 然后让它知道说最后这个build 出来的 Go 的 executable 要怎么被 build 出来。好，那在 Go 里面，如果要透过 C Go 去 call C 的 function 的话，我在 import C 之后，那 C 本身这个 package， 它你找不到它的在 Go runtime 里面的 code， 但是它是一个像 pseudo 的 package， 所以你所有跟 C 相关的调用，那就会由 C 这个 package 来开始。所以像这边的像底下的 C 点 s random， 那这边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 call C 里面的这个 srandom， 然后做一个 random generator 的初始化。那上面的话就是 call C random， 那我就拿到真正的 random variable。那我这边旁边有个注解啊，就是 C random 它 return 的变数其实并不是 integer， 并不是 golem 的 integer， 它其实也是 C 里面的某一个形态。那在如果你去查 C 的 sender library 里面的 random， 它回的一个变数形态其实是 long。那所以它其实回的形态是 C 点 long。那我在这边，如果我在 Go 里面要继续使用由这个 C return 的 variable 的话，我就要把它 cast 成在 C 里面的形态。那我这边就把它 cast 成 int。好，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哦。那我刚刚有聊到说，就是在 import 的这个关键字上面这一段注解，它到底在干嘛？那这个它的专有名，这一段 code 的专有名叫做 C Go 的 preamble。那我会在 preamble 这一段里面，我会比如说我就可以写C flag 是什么，然后 CPP 的 flag 是什么，这些 C flag 跟 CPP flag 就是在compiler 在 build 的时候，那它会把这些 flag 带到 GCC 里面，然后跟 GCC 说，我这些是你在 build C file， 然后或 build CPP file 的时候要加进去的 definition。所以我这边举例来说，像我这边是想要用 PNG 的这个 library， 那我这边上面定义了在 CFlag 是我会把PNG debug 的这个 definition 定义起来，对。然后另外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加入一些 build constraint。那现在 Go 里面的 build constraint， 比如说你可以指定你的 instruction set 啊，然后像这边就是会指定是在 MD64 或者是x86 的时候，然后会带入后面这个 DX x86 的这个 definition 到你的C file 里面。对，那另外 LD flag 就是告诉 linker 要怎么做事情。那 linker 他这时候就跟他说，我要把 PNG 的这个 library 在 link 的时候把它 link 进来。好，那刚刚的做法是我直接比较简单粗暴的去定义那些 flag 啊，然后 LD flag 怎么用。但实际上其实在 C 的世界里面已经有一个蛮方便的 tool， 我叫 PKG config。 那蛮多常用的 library 其实都已经引入 PKG config 这种 management 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PKG config 然后来把已经 well defined 的那些compiler definition 啊，然后或者是 linker definition 把直接一口气把它带进来，你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吧，一个一个去写。那当然你想要加一些额外的也是可以，所以你就另外再写，像这边我可以另外再加这个 debug 的 definition 上去。好，那在有一些你会看到有一些用 C Go 的专案，比如说像C Go 去整 SQLite， 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 SQLite 是单纯用 C， 应该是用 C 吧 implement 的一个embedded 的 SQL 的 library， 对 library。 好，那在 C Go 的 SQLite 这个专案里面，它其实内建了，就它已经 preview 了一些SQLite 的 static library。 那所以你其实可以跳过你要在你的developer 开发环境你要预先装 SQLite 这件事情，它可以直接用 package 里面内建的。那它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小 trick， 就它告诉 linker 说我今天要找的那个 library 在哪里，所以它告诉他我要在现在这个 source file 的路径底下的 slash libs， 然后去找到我想要找的
library， 这边就是我想要 link 一个这个 full 的 library。好，一个比较完整的例子在这边，就是我这边是拿CGO 去整libz 的 case， 所以你看到它的整个 code structure 是 CGO 这一段 code， 然后它想要去，它告诉 compiler 说，我现在的 include header 在我现在的这个 folder 的 includes 底下，所以它可以直接找到 header 在哪，然后它也可以根据我刚刚提到的 build constraint， 然后指定说我现在的我想要 build 的那个环境是 Windows Linux 还是 Mac OS， 然后来 link 对应的 library。对，然后这些都是放在 Go 的这个 package 里面，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你可以比较相对比较简化你的那些 dependency 的管理，你就不用在预先，你就不用在你的 build code 的环之前，你要先把这些 dependency library 先装好。对，好，那这是比较基本的，就是 C 的一些 C types 跟 Go 里面的 type 一些对应，那我觉得它其实有蛮多的，那我这边就简单列出一些啦。所以你其实在 C 里面的 char 会对应到 Go 里面的 C 点 char， 那其实大概念上就是前面会多一个 C 的这个pseudo package， 所以 unsigned 啊 integer， 那在 C 里面非常常见的 void star 的这种 pointer 的变数形态，在 C Go 里面在 Go 里面对应到就是 unsafe 点 pointer， 对。那在 C 里面会用到的 struct 啊，或是 enum 啊，然后用的方式其实就是会，对，就写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在 C 里面有一个 struct 叫 s， 你在 Go 里面要用到它的话，你就是要叫 struct 底线 s 这样子。好，那在 C 里面或 CCR 里面的那些 data， 然后跟 Go 里面的 data 两边要怎么去互动？对，那这边在Go 里面 ，Go 的世界里面就提供了一些 function， 然后让 programmer 可以把 C 里面的 data 搬到 Go 里面来，或是相对我也可以把一些 Go 里面的 data 搬到 C 的世界里面去。所以它提供了以这张图影片来说，它提我这边是写了是从 Go 的 string 或是 Go 的 byte slice， 然后把这些 data 我要把它 copy 到 C 的世界里面去用，那就是透过底下的这个 C string 或是 C byte。然后传给他的，你可以看到这是 string 跟 Go 里面的 string 跟 Go 里面的 byte slice。那他在 internal 里呢，他做的事情就是他会去 call C 的memory allocate， 然后 allocate 一段在 C 的世界里面的 memory， 然后把 data copy 进去，所以他 return 出来给你的就会是在 C 的世界里面可以用的 pointer， 然后或者是对 void star 的 pointer。那相对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allocate 在 C 的世界里面，所以你必须要手动去 call C free。C 点 free， 你要把它释放掉，这个就很重要，因为就没有 GC 帮你管理记忆体了。好，然后反过来，如果我这些资料是在 C 的世界里面，我要怎么把它搬到 Go 里面来？其实也很类似。那它提供了这种 C 点 Go string 或者是 C 点 Go bytes，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个你从 C 里面拿到的一个 pointer， 然后它会帮你其实也是复制一份。它复制在 Go 里面，它在 Go 的世界里面重新 allocate memory， 那 data copy 进来，然后 return 你要的东西 string 或者是 byte slice， 对。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实际上我要怎么用这些它提供的 function， 一个简单的例子。所以这边来说，我在 C 里面的，我在 Go 里面的 hello world 的这个字串，那我 call 了 C 点 C string。那它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复制一份，然后拿到一个在 C 世界里面的 pointer， 那我就去 call C 点 puts， 那就把它其实就把它印出来了，然后记得要把它放掉。那在这边的话，是我去 call C 点 get string， 就这里，那我这边会拿到一个在 C 的世界里面的char star 的 pointer， 那我就可以拿这 pointer， 我再把它重新搬移到 Go 的世界里面，然后就会拿到在 Go 的世界里面的一个 string， 那我就可以用FMT 点 print 在 Go 里面把它印出来。对，那我最后因为我的这个 pointer 是在 C 世界里面，我用 string duplicate 产生的，所以这边记得要把它放掉。所以就变成在用了 C Go 之后，你可以观察到非常多的 memory management， 就变成你要手动去处理。然后我觉得你习惯在 Go 里面有 GC 帮你处理这些事情，就变得很容易忘记。对，所以我就是在引入 C Go 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些小细节，不然你很容易造成 memory leak。好，讲了这么多，那感觉 OK，Go 跟 C 可以
可以一起用啊，然后可以混在一起用，嗯，挺好的。那为什么很少人这么用，或者是会你会听到一些人说，哎，不要这么用。对，好 ，Rob Pike 就是 C Go 里面的大神啊，对 ，Robert Pike 大神。那他在一个我记得在不知道哪一年的 GoCon 演讲上，他其中一个 session 就在讲，他的主题就是 C Go is not Go， 或者是。在 Dave Cheney 也是另外一个 Go 人的大神，他的部落格上，他有一整篇文章就在讲 C Go is not Go 这件事情，叫大家不要用 C Go。那这些大大他整理出来一些原因，说为什么尽量不要用 C Go？ 第一个，你用了 C Go 之后，其实就会把 Go 一些非常好的一些 tool 都 break 掉，你就没有办法再用。比如说你在 Go 里面可以用 pperf， 然后你可以很好的 profile 你现在 Go runtime 的一些。不管是 stack 啊、heap 啊、或者是 CPU 使用这些，你都可以拿得到。但是你用了 SQL 之后 ，SQL 那一段，它对你来说就是黑盒子，你就看不到。然后另外，我记得还有像是你 Go 如果 panic 的时候，你可以它会喷出那个 call stack 给你。可是当然，如果在 SQL 的世界里面，它就不可能把那些call stack 喷出来给你，你也不会知道你那个程式 crash 在什么地方。对，好。然后，另外，你用了 C++ 之后，你我觉得 Go 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它就 build 出一个 static 的 binary， 一个 static executable。可是你引入 C++ 之后，你要建出一个 static binary 变得很困难。你要把所有 C 的你用到的 C 的 library， 还有那个 library 的 dependency， 然后你都要能够找到它一个 static 版本，你才可以一口气把它 link 进来，然后完成你原本在 Go 里面很轻松达到可以做到的事情。那这样的代价是什么？这样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件事情的话，就变成比如说你要在 build 你的大颗命局的时候，你就要先把所有 C 相关的 dependency library 都一口气装好，那就会让你整个 build 命局的时间变更长。对。Cross compiling 也变得不能用，对 ，cross compiling 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就是它跟 static binary 一样，你要花很多的心力，然后去找到在各个build target 的 platform 上的 library， 然后就要一个一个把它装好，然后另外你可能还要把你 cross compile 的脱圈 ，cross compile 的 GCC 你要把它弄好，就是这些东西会变得非常复杂。再来。就是 memory 管理就变成你都要用 C， 你就是要非常 take care 这件事情。最后一点就是 call C Go 其实是代价很高的，是很慢的。相对于一个 native 的 Go Code 来说，那个时间是差非常大的。好，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 benchmark， 就是一个是用单纯的用 Go， 然后 call 一个什么啥事都不做的 Go function。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去 call 一个 C 点 for 的 function，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好，那你可以看到其他 benchmark 下来的数量，它其实差两个数量级，对，一个是308nanosecond， 一个是 1.2 nanosecond。对，虽然你会觉得说，可能我 call C go 这个300 nanosecond 还是 nanosecond 等级啊，没什么了不起。对，但如果说你做今天的工作是非常time critical， 非常 time sensitive， 比如说你是在 database 里面，然后像 CockroachDB 好了 ，CockroachDB 它在它以前的版本，它是用 RustDB 做底下的store driver， 那所以它那边就是它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它如果要因为 RustDB 是用 C 写的嘛，对，所以它就有很多透过 C Go 去call RustDB 的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对它来说这个 panic 就会很高，那它就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气去解这个问题。那什么时候又可以用 C Go？ 那其实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在 Go 里面你真的找不到你要用的那个 library， 然后那个 library 在 C 的世界里面它存在，它成熟，很多人用，你就是要用它，没办法，那你只能用。对，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用一个你找不到一个 Go equivalent library。再来呢是你可能有一些 legacy 的 C Code 啊，然后你要有一个。你可能要对一个 legacy 的 C code 的，你要包一个web service 的界面，然后让其他人可以跟他做互动，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 proprietary 的 library 是你的合作厂商给你的，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多少年前以前的前辈写下一个 proprietary 的 C 的 library， 你可能 source code 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得已可能就只会用到 C go。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要是幼稚园真的要好好想清楚说到底有没有其他的 choice。 那所以走到这里，那如果真的没有其他方法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要用 Seagull 是有什么要注意的，还有什么是可能是雷的地方。好， Seagull 的一些 tips 跟 pitfall。 好，那第一个我会觉得你在 call Seagull 的时候，你最好你不要直接去 call 你要用的那个 library 它直接 expose 出来的 function， 你最好都写一个你自己的 C 的 wrapper，就是你自己可以定一个你自己的 header file， 然后一个小小的 CPC 的 file， 然后去 call 你想要 call 对应目标的那个 C function。 为什么？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是你可以非常，你会得到你这个 C interface 最大的掌控能力。然后比如说你想要 call 那个 library， 它可能很复杂，它可能有20个 function， 但是你真的你只用到的，你可能只用到其中的两三个。那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就可以把其他20个都藏起来，你都不会再看到。所以你一个透过你一个简单小巧的一个 wrapper 的 interface， 然后可以让你在整 Seagull 的时候轻松很多。所以get more control， 然后 more precise in C header。 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有提到 call Seagull 的那个代价其实是蛮高的。那特别是如果你想要做这些事情，是比如说你拿到一个 array 啊，我拿到这 array 每个 slot 我就是要 call Seagull 就是要 call 一次，所以我就打，我就会打 n 次。对，那如果你今天有做一个这样 C bridge function 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做到说，我把这 array 一口气都 Seagull 打一次，传到这个 C 的 bridge function 里面，然后我在这个 function 里面再去打接下来的那 n 次。那这样的话，其实你 Seagull 这 panning 可能只要花一次就好。所以这边底下就是这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刷负的 array， 那我可以透过我拿到这 array 的 pointer， 然后一些指标形态转换的技巧，然后把它一次性就 pass 到 C 的这个 pass array 的 function 里面去。好，再来 Seagull 的这部分的 code， 我会建议说你要把它独立出来。那我觉得独立有两种等级，第一种是你可以把它独立放在一个它单独的 package 里面。那单独 page 里面的好处就是，当你其他的人要用到它，就是你这 page 很明确的，它就是一个 Seagull 的一个 wrapper， 对。然后甚至你也可以透过 Go 里面非常常见的 interface 啊 dependency injection 的方式，让其他跟这个 Seagull 互动的时候，你有能力可以去 mark 它，所以你在其他部分写 unit test 的时候也会方便很多。另外一种层级的 isolation 我觉得更好，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应该把 Seagull 这一块独立成一个 standalone 的 process， 然后让你透过 RPC 的方式去呼叫它。但不是每次都做得到，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可能是它就非常 mission critical 或是非常 time sensitive， 你没有办法那个做 RPC， 那就没有办法。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可以用独立的 process 去 call 它。好处是因为 C 的程式实在太容易 crash， 太容易 panic，就是它，对，它就很容易不小心就坏掉，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至少让你的主程式不会一起炸掉。然后你可以另外有 watchdog 啊，其他的方式，在它炸掉的时候再把它重新叫起来。那你这样可以让你的主程式的可靠度提升很多。另外一个小的，我觉得小雷啦，就是在你 Go 的 unit test 的，就是底线 test 的这个、在 test code 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 call C Go 的，没有办法直接 call 任何 C 点。叉叉叉的这样的方选，所以你要在 Unit 要 call Seagull 的话，你还是得透过一个 wrapper 去 call。好，那 try hard to stay link your library， 就是刚刚算有聊到说，你用 Seagull stay link 会变很困难，但我会建议说，尽量还是尽你可能去做到这件事情，试着去做做看，对，因为它会让你在你的在做 CD 的时候会轻松很多，你就直接 go build 完之后就是一颗可以 deliver library。 对，那这一个小 tip 啦，就是你可以在 go build 的时候下这个 ld flag， 然后跟他说我就是一定要用 steady link。 那你这个下下去之后，在他在 build 的时候，如果有任何 library 他是找不到 steady link 版本的 library 的话，他就会报错。那你就可以透过方式知道说你什么样的 C 的 dependent library 是找不到，是只有 dynamic 的版本的。然后 ，OK， memory management 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对，那我觉得一个蛮大的关键点是在于说，你从 Go 里面丢给 C 的任何的 pointer， 或者是因为 C 其实可以 callback，
我等一下后面会聊，会讲到两边两个世界在互相传递的那个 pointer， 你不可尽量不要，应该说不要让那个 pointer 离开被 call 的那个方向。对，为什么？第一个，在 Go 里面，因为 GC 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当那个 pointer call 到 C 里面之后，它只有 guarantee call 下去的那个当下，那个 memory 会被 keep， 会被锁住，不会被 GC 掉。只要那一 return， 那 memory 就会当成它可能会被 GC， 随时都会被 GC 掉。所以如果你的 C 在这个时候把丢下去的那个 pointer 你存起来了，你之后再用它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炸掉。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在 C call back 回 Go 的时候的那个 pointer。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被什么时候会被 C 那边的人 free 掉，所以你也不要把它留下。所以在这个时候都会建议你要嘛就一口气把丢下来的那个 data 用完，要嘛就是你要扣比分。这什么？哦，好，就是要我觉得在 C， 我觉得这比较像是 C 的一些原罪吗？就是它一个特性。对，你要很 care 说你的那个 pointer 现在 ownership。在谁手上？我底下这个例子就是我透过 C go byte 这边它产生一个在 C 世界里面的一个 data 的 pointer。好，那我现在把那个 pointer 丢给 C 点父，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很确定这个父，他实作这个父方选人，他会不会觉得我把这个 pointer 拿走了之后要 release 那个是他的责任？就 release 的 pointer 到底是谁的责任？但一般来说，应该是谁 allocate 谁用来 free。可是就是有一些就是 legacy 的 call 啊，或者你不知道，对，所以你最好你在做这些事情，你都要很清楚。我今天这 pointer 传出去，谁要负责把它放掉？对，但是通常90%以上或100%，应该说正常的情况应该是 allocate 的人负责放掉了。对，但是就是有一些 you know 奇怪的情况，奇怪的 case， 所以要注意。然后另外你在 Go 里面 allocate 的 memory， 你就可以比较好的利用 defer 这样的技巧，然后去释放它，就比较不会忘记。但是也是要记得 defer 是只有在 function return 的时候才会做，所以你有可能在 for 回圈里面，你就很开心的 allocate 一堆 C 这边的 memory， 可是你全部都挂在用 defer 挂放掉，那你会不会有可能你那 for loop 跑了很多次，它就已经先炸了，或是它就已经对，它就 allocate 过多的 memory。对，如果这个情况，你就要在 for loop 里面去手动把它 release 掉。好，那刚刚讲到就是在 C 跟 Go 的世界，听起来 OK， 我 data 就是要 copy 一份过去比较保险，但是这样大家应该就会想到这样 performance 不好，所以当然还是有一些技巧，你可以做到 zero copy。对，那 zero copy 的话，其实就是。我直接把 Go 的 pointer 丢到 C 的世界里面去，让他们去读，反之亦然。但是关键就还是在于你那 pointer 不要留，不可以超过你那个方向呼叫的那个 scope。OK， 那这边的话，一些小技巧其实就是，比如说在 Go 到 C 的这个世界里面的 case 底下，我就可以把 byte size 我拿到它的哦三分钟，好，拿到它的第一个 pointer， 然后就等于说我拿到那个。By size 它第一个的 pointer， 然后传到 C 的世界里面，让它可以直接去用。另外，如果是 string 的话，就稍微复杂一点，因为 string 的话，其实它 data 是放在 string header 里面，所以你就要先把你的 string case 和 string header 拿到 string header 里面的 data 这个部分，这个才是真的放 string 的那个 memory 的 address，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丢到 C 的世界里面去用。那这还有一个小雷，就是因为在 Go 里面的字串是不是斜线零结尾，不是 null terminated， 所以在 C 在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可能不是斜线零结尾，所以你一定要给它一个 size。好，然后另外的是 C Go routine 不是 Go routine 啊，因为你在 C 生 call 你在 C Go 打出去的时候，就是会其实它会卡住一个 C 生 thread。那我这边例子就是各开1000个 go routine， 然后每个会睡100秒。那在 go 一般 go routine 的情况下，其实只会用到13个睡。可是如果是 C go case， 它其实就活生生的开了1000个睡出来。那你可以可想而知，这个对系统的那个压力有多大。所以你在 C go 后续的时候，你要确保它其实可以很快的 response 回来。如果它会在里面等很久的，那你要小心。那我这边其实就是稍微讲一下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其实你追到 C Go 里面
归到 go runtime 里面的 code， 就看到它其实在 code 出去的时候，它会 enter syscall。那它这边就是它会把现在的那个 machine season thread， 它会把它挂起来，然后让它继续去做现在 season call 或者是 C go 要做的事情。等到它做完之后，它再把它放回来。所以因为那个 thread 被挂起来了，所以其他 go 就不能用。所以 scheduler 就会发现现在 thread pool 没东西了，那它就会再开一个新的 thread 出来。哇，好 ，callback 就是从 C 可以 callback 回 Go。那这边的话，其实关键字就是你在 C 里面要加一个 export。那这个时候你在 C 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Go 的这个 function。然后这边有一些小 trick 啊，就是你要 callback 的地方可能并不是一个单独的 function， 它可能是某个 receiver function。对，然后所以一个技巧是你会把那个 receiver function 用一个 map 把它挂起来，然后你传出去就是你那个 map 的 key， 所以它在 callback 回来的时候 callback 回来的时候就是带那个 map 的 key， 然后再从 map 里面把那个 receiver function 调出来，然后再 call， 这个这样就可以用。那这样很复杂，所以在 go 1.17 的时候有提供一个它已经做好的做法，就是 cgo.handle， 那基本上就是做一样的事情，它会帮你把那个 receiver function 或是任何Go 那边的memory allocate memory 的 pointer， 好吧，你可以把它挂起来，然后透过这方式可以来做C 到 Go 的 callback。好，最后 recap 啊，就是我这边大家其实讲蛮多的，然后主要着重经验分享，然后一些雷啊，对，然后对，就是我今天讲的东西，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